李警官，你的手伤……哦，没事，之前出任务受伤的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怎么受伤的。你是不是最近发现有奇怪的伤口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好痛。是装尿气压的时候同时受伤的吗？走，走。小红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还好吗？你出任务的时候有受伤吗？没有啊，但我没事啊。这个很严重，你今天先休假，去医院做检查吧。李小姐，你的胸部 X 光检查没有问题，我会再安排你做肺部电脑断层检查、支气管镜检查。约有25%到30%咳血的患者，检查后仍无法确定出血的原因，但是还是得小心追踪。怎么最近怪事那么多？赵小姐，李警官，你怎么会来医院呢？我咳嗽有点不舒服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已经照过 X 光了，医生说后续再追踪就可以。你一定记得要好好检查哦，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。嗯，那你来肿瘤科做什么？我肺腺癌第三期了。肺腺癌第三期？那你应该待医院治疗才对啊。在医院等死吗？那不是我的个性。李狗他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他今天本来要陪我来的，但是我不想让他担心。